你你你唔当去去影响到你的声喉，是，这是阮两个对你的一种尊重，对，没啦没啦，在花莲的世界当中，即卖虾米人个声音，当个你批评的，当然，是不是安尼？你是话你来本节目了，阮会迄个粉丝专业的筛爆，大家讲蔡兴娟若无过来，无要帮阮节目刷，是，但是问题来了，嘿，风采有几位迄个恶神啊，嘿，走去后台找我，哎呦，安尼啊，公哥甲你请教者。是安怎你的声音播是跟你也好，因为古早甲即马拢无改变。应该说吼，常常唱歌啦，常常唱歌，对呀、啊，还是要常常练歌。是哦，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调查是讲，一组细汉因爸爸就特别甲栽培，讲这个囡仔声真好，声即边啊播起会好，安尼拢足水的呢。听讲，逐工透早拢吞鸡卵哦。哎呦，伊秀溜的啊！吞鸡卵啊！这真的是吞过一段时间呢。哎，吞了一段时间。我妈妈养了一只母鸡啊。养了一只母鸡，才刚咕咕咕，嘣起来。现在想起来都怕。听得怪怪呢，为什么？你那放出来不一定是卵啊。哎，你较健康啊，好不？不是，问题是卵你是规粒连壳都吞落去是啦。没啦，那个鸡蛋呢就戳一个洞，然后呢放一点盐巴，然后直接这样吞。哎呦。还温温的。这是真的，鸡卵多补出来，对啊对啊对啊，一大早。哎，你好，双鱼夹来好。这么好笑大呀！好好，你头家讲免夹好耍，不啦？是讲尽量快卖夹不？这个鱼怎么卖撸撸短呢？你是要赢的无？乡杂波的消费好，你的消港团消费好，你走路我都跳落去啊！外人配合都我管嘞。来，你迄个全球歌迷是，不管你唱什么歌，听听袂拢最欢喜的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拢听有啦哈。不管呢啊，我们阿娟呢唱什么歌，你们都能够吸收吗？都好听，都好听的。这样子好了，我有一个建议啦，因为今天有外国来朋友嘛，为着要让我们大家公平起见，哎呦，过去你慢慢出过那个三种语言混合的歌啊，对，三语一体，三语一体，就是一首歌有国语、日语跟台语。哦，国日台哦，哎，安尼蛮真好听哈，今天给我看下来一下哦，三语一体，你跟一下歌，或者啊，咱本土的朋友嘛听，外国来朋友嘛听的，安尼哈，好不好？我来唱台语的吼，你唱台语的，对啊，阿鹏哥你要唱，你什么歌我唔知，对一条。我也求，我也求。因为吼，这首歌在我的台语专辑内底，我有新的编曲，所以我感觉伊唱台语歌未歹，国语嘛未歹。这首歌国语叫做《情人再见》，对，情人再见。只是我就在思量，这个日文好还是英文好呢？啊，我觉得依我个人的这个喜好是。
我应该是来念这英语的。有影无影？真的啦，真的。你有这堂空的？未来去，我想要听过有英语版的哦。我虽然讲我册读无讲介多，但是我在美国留校二十几年，我来流浪啦，流浪。英语应该是无问题啦。安尼，你第一声，我第一声。啊，你徛拢三拢徛好哦，吼。三拢徛好。啊，你英文的吼。OK，of course。大家绝对冇听过这三语一体，国台英做一摆，请破声鼓励，感谢。感谢。See you tomorrow. Oh, yeah.蔡幸娟的歌声哦，也想到邓丽君小姐。哎呦，我觉得邓丽君小姐哦，在华人世界里面是无可取代。一连讲到这个邓丽君小姐歌，是，我是建议讲阿关用一连串邓丽君小姐歌，我们大家回味一下。哎呦，好啊！我今天特别揭露了她这个由日本人特别她在她演唱会里面特别编制的一段主曲。哎呦，好，来，欣赏，来，掌声鼓励。